叫 Ashanti， 我来自台中。我是 Chris， 我来自台湾高雄。好，我是 Alan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andy。加拿大 ADM 是多伦多唯一一个有办公室的台湾代办，让我绝对不会被丢包，很放心，非常棒。我觉得 ADM 是，因为它是当地的多伦多当地的代办公司，那它的移民顾问跟移民律师都非常有经验，而且很专业。我来办公室跟他们咨询以后，我就觉得说他们非常热心，然后也很有经验。它最大的好处是它在本地有办公室，然后可以帮助从台湾过来的学生。最快能上轨道，他重点是他学费，那代办还蛮便宜的。因为英文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，那你英文好的话，当然就是，可以往一定程度的工作去，发展。英语好的话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可以跟不同世界的朋友一起聊天。出国游学是我的人生规划之一，那当初其实在台湾有先工作一阵子，那工作一阵子发现自己还是想要出国闯一闯，去增进自己的英文，还有增进自己的人生经验。 Admission Hub， 谢谢加拿大 ADM， 谢谢加拿大 ADM， 欢迎加拿大 Admission Hub。